一区六百分偶遇器官剑姬，狼人直接把他打得摆烂，前期就跟鳄鱼正常换血，这里我是被推线的情况，帮千珏打野晚上线被抢了线权，这里趁他 AQ 小兵攻击剑阁，我们直接把血换回来。他的技能加点应该是留在手上的，我这里上去他就会学 W， 但是我这里的小兵数量不够他一个 AQ 回到50怒气，虽然鳄鱼的 W 可以破盾，但只有第一下破盾，剩下的两下攻击都是被屏障吃掉，最后他也是闪现躲开。这里可以注意到，其实我们刚上来的时候并没有开 E， 他到50怒气的瞬间我才开 E 减伤的，我也没有主动关闭，因为是打到底的，所以哎呀，我这个破败直接给他吓死。塔下摆了后又被我杀了一次，队友也是跟我互动起来了。辅助还问我知不知道这是谁呢，我当时肯定不知道的呀。又不是第一次干包了，稍微跟他吹吹牛。正好缺视频素材呢，你看这不就来了吗？听说韩服那边狼人上单是 T1， 我也是稍微玩了一下，是真的厉害呀。上分如喝水，火速进我主页点一个关注，直接学习狼人上单。这把不光也是摆烂了，很轻松就拿下了。你说巧不巧啊，下一把又遇到了，我以为能再打一把视频素材的，结果他把我狼人给办了。这个美羊羊还骗我说他能吸让我混，好，那我就选鳄鱼直接开混一把嘛，说不定人家真是高手呢。结果啊，我们这边几个人全是那个，最后打开三金栏一看，好家伙，你们羊村没一个好东西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